大家好，我是盘儿刘大瓜，今天吃啥子？问看我婆娘啥子？今天吃这个。走，弄起。你们看，今天我买坨牛肉，正正方方的，还可以一坨。婆娘，我弄点水过来洗一下嘛。我先洗的。当真的吗？嗯，那我们改下刀子。好，开干！锅里加入长江水，牛肉放下来哈。我们准备点配料，姜葱。来点桂皮、八个辣椒、花椒、香叶。放下来都不急。再来点盐巴，盖上锅盖煮40分钟，又出太阳了呀！我一看都搞不得行呀！要得了，烟前等一下哈。把海椒倒下来，备香。手大了就难吃了。要得。我得十到12分钟。海草丝就不湿了哈，也够了，烂得高得很。我们小火加入牛肉丝，焙干哈。下面的哈，烤干了就露起来哈，香喷香喷的。再来点油，我们下入姜蒜，一点豆瓣，再下入辣椒，好嘛？下入牛肉丝，再来点花椒面哈。再来点葱花，是啊，这个牛肉丝，香香了，就像当面食起来差不多。嗯，调皮哟。这个不得下饭嘞，我下酒菜。这个你的小碗就多，小碗觉得香些。太爽。啊。那牛肉吃。咋的？好不好呀？你倒叔叔的，这就是那牙巴痛。你不要吃。嗯。不要吃，那牙不痛。嗯，不敢。
今天就是说，不吃我当零食，不吃我的下饭。下期朋友点个关注，你也好，拜拜。拜拜。